叶枫包王新年第一战打响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包王这么牛了。话说包王跟叶枫哈，新年打的第一枪啊，第一战就这么精彩吗？啊，来看看，而且包王还打得不错啊，包王这个是龙年是不是他本命年啊？休息完之后这么猛了吗？啊，这波升龙没有倒啊，直接一套五连葵花电招，大跳低，重拳前倾拳发波之后再刚。 持续保持晕点消压制哈，可以，这波抓到晕点消失，但是直接打死了，厉害啊！这是包王的八神，我是不是看错了呀？嗯，居然是压着叶枫在打，叶枫还上了仙人模式啊，可见前面是，他前面是落后了哈，被包王打了一个5比1抢7，被打了5比1，不得不上仙人模式，哇、哦，漂亮！这波前冲直接抓一个。 再射过去，下A前倾拳，好发波AB， 再重拳葵花，哇、哦，这个招式的衔接非常的合理啊，非常合理啊，很强很强。好，干回去，我有这百合的够的，5连敢不敢？好打晕，刚才好像4连就晕了哈。 好，直接打死。这把叶枫压力很大呀！啊，如果这局再输的话，他抢七的基本上就大势已去了呀。好，挑起抓一个重拳葵花过来，好压过去。喂，什么鬼？居然 AB， 喂，这一波逆向非常漂亮啊！直接重拳再来一个八的脸，哎，哎呀呀呀！ 不好赢啊！不好赢，帮这局不好赢。嗯嗯，哎哎，得跳开，不跳开的话会被抓啊！抓到的话5连，你懂的。打一个乱动，好，仰顶天回去，托马斯。啊，你想闪身，帮我不给机会。 这个真七其实有时候压制手段不多哈，就在那里拉一个16 A， 16 A 哈，或者正摇 A 都可以啊，偶尔一个站 B， 哎呦漂亮，这一波落地刚好带日延迟必杀空血，点一下点你，点你，嗯、捧你不错哈，这把的话呢是来到了一个赛点呢，厉害啊，2比6了，刚才的八神打得太好了，看这一局，哎倒地冲啊哥们儿，对呀、啊。 喂、哦，不好冲！哇、哦，有太快，不干吗？漂亮，葵花瞬发，来一个跳抓 ，CD 继续葵花，虚晃一下，漂亮，看破了重拳，打完之后再接葵花。刚才他真身过来，如果说你是刚 CD， 那你就完蛋了哈，他没有啊，这仙人模式废了呀，包牛批，哦。 是吧？霸王他也得崛起嘛，老是被这个叶枫压在这个脚下，那怎么说也得反弹一下嘛，是不是？要在木中爆发哈。好，抢的不错，夹一个。龙二，没气怎么打？ 啊，续航一下骗对手啊！现在 A， 嗯，这能 AB 抓一个，哼哼哼，盾一下又拉后啊，再打前冲，嗯，锋芒落地再来一个下斜，很明显啊，包王都是在防着对手的进攻，叶枫的话非常明显就老是想冲，冲又冲不去啊，那你就得把这个命给送了。 好，下盘投中，来吧，必杀带弱。哎，妈宝哥的闪电5连鞭呢？换成了包王的头铁再撞天。哎，哎呀，葵花有点慢，没了没了，挣扎一下，挣扎一下。好，再次抢攻，我去抢魔血，这下没办法了哈，抢的漂亮，恭喜包王拿下野风。好，关注修修，不走掉。